友，位于南台湾的垦丁国家公园，由于三面环海，海域辽阔宽广，海岸线崎岖绵长，有沙滩，有礁岸，地形多变而且复杂，因此啊，孕育出了各种不同的海中生物。今天我就将带领小皮来到垦丁国家公园，一起来拜访这群住在海里的生物们。哇，刘姐姐，今天来垦丁，你为什么要把我一个人丢在岸上，自己下水去玩呢？没办法啊，谁叫你啊是一只怕水的猴子啊，不然啊，我才不会让你一个人留在岸上呢。你搞错了，我才不怕水呢，我只是觉得啊，每个地方的海底都是一样的，有什么好看的呀？哦，那不一样哦，垦丁的海底啊，像一座大花园一样，长满了各类的珊瑚，漂亮的不得了呢。不信的话，你可以下水来看看啊。哦，我才不要嘞！水里头又有大鲨鱼，又有大海怪，鲨鱼被咬一口才爬不来呢。好吧，你不下水啊，我也不管你了。哇，要着装准备下水咯。啊，刘姐姐，你都这样，我不跟你玩了啦。好啦，小皮，我已经穿好装备了，我再问你一次，要不要来啊？不用了，我在岸上照顾你好啦。如果有大海怪出现的话，我一定会叫忍者龟来救你的。好，这样也好，不要乱跑哦。如果啊你乖乖的回来啊，我会带大海怪的签名照给你哦。啊，哎呦，吓死了吓死了，我才不敢要呢。小皮，我要下水咯，等海上来的时候啊，我一定会把这里看到的东西告诉你哦，再见。喂，刘姐姐，看到什么宝藏可不要忘了我小皮哟，做好一人一半哦，待会儿见啦。小皮，小皮，怎么在海边睡着啦？哦，刘姐姐，你回来了啊！哦，真好哎！哎呦，你还那么想我啊？啊，不是啦，你回来，我的漫画书就有希望回到我身边啦。嗯，小智智，我告诉你哦。我刚刚啊在海里头看到好棒的东西哦。啊，真的？亲爱的刘姐姐，你发现的宝藏一定要分我贫苦无依的小皮一半哦，我们感情一直是最好的嘛齁。什么什么啊，你想到哪里去啦？你知道我看到的是什么吗？是不是看到了一千只棒棒糖？不对不对，
那是看到一艘装满披萨的沉船咯。怎么可能嘛？啊，那到底是看到了什么嘛？难不成是超人穿过的臭袜子？越讲越离谱了。我啊，今天看到一整片的珊瑚，漂亮的不得了哦。你要不要我讲给你听啊？不用了，谢谢你，我没有兴趣。不行，你不听也得听，不然啊，我今天就不带你去看大怪兽的电影哦。啊，好嘛好嘛，我就假装用心听好啦。哼，我啊，告诉你哦，我游出去以后，很快的就潜了下去。我一潜下去以后啊，发现到原来垦丁的海底景观就和别人说的一样，真是漂亮极咯。这里的地形景观充满了变化，海床上遍布珊瑚礁，各种巨大的礁石构成了许多壮观的景致，像深沟、裂谷、悬崖绝壁以及峡谷隧道等等地形。我啊，在其中穿梭，一会儿游低，一会儿升高，真是非常的过瘾呢。而在这片高低起伏、变化多端的礁岩上，我们啊还能发现到各式各样的珊瑚。这些珊瑚形状各异，色彩不一，把这里点缀得漂亮极了，活像个艳丽的海底花园呢。我们啊一定很奇怪，为什么在台湾其他地方的海域不像垦丁的海域一样拥有这么壮丽的珊瑚资源呢？那是因为垦丁国家公园海域的环境非常特殊，所以啊适合各类型的珊瑚生长。例如说，这里啊终年有由赤道往北流的黑潮暖流经过，使得海域的水温适宜。而且这里又没有大溪流的沉积物排放，水质因此十分清澈，再加上一年到头的日照充足，这些条件相加起来正好适合珊瑚类的生长。所以啊，珊瑚生长得非常茂盛，是别的地方所难得一见的哦。在垦丁国家公园中，珊瑚生长最盛、珊瑚礁发育最好的地区是在后壁湖与大小老谷之间，以及雷打石到猫鼻头一带的沿海海底。形形色色的石珊瑚、软珊瑚覆盖面积之大，生长之稠密啊，不仅台湾本岛海域所仅有，在世界上也不多见哦，是我们最值得引以为傲的一项自然资产呢。说了半天珊瑚，我们啊一定觉得很奇怪，珊瑚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所谈到的珊瑚其实啊是指一群能够建造成堆积碳酸钙骨骼的腔肠动物。哇，好悬哦，什么又是碳酸钙骨骼，什么又是腔肠动物呢？所谓腔肠动物就是指这些珊瑚虫。珊瑚虫啊有许多条触手，可以用来捕食，而它们的身体能吸收海水中的成分形成碳酸钙，这些碳酸钙就是它骨骼的主要成分。珊瑚虫通常行群体生活，虽然它们是动物，但是啊通常行固着性生活，只有少数能够移动身体。它们虽然身体不能动，但是触手却可以活动，可以用来捕抓食物哦。珊瑚外观形态上，一般人把它分为石珊瑚和软珊瑚两种。石珊瑚具有坚硬的石灰质外骨骼，是形成珊瑚礁的主要生物。大部分的石珊瑚生长非常迅速，短时间内可以快速成长，是垦丁国家公园中最重要的一类珊瑚哦。而所谓的软珊瑚则是指一些不具备石灰质外骨骼的珊瑚，因为群体柔软而富肉质，所以啊被称为软珊瑚。软珊瑚
虽然每脚有外骨骼，但是群体内部却含有无数根分散的骨针。这些骨针啊，可以用来支撑肉质的虫体，使它们能够直立起来。软珊瑚的形状变化非常大，种类也十分多，颜色啊更是各异奇趣，是垦丁国家公园海域珊瑚礁的另一大特色哦。然而，不论是石珊瑚还是软珊瑚，都是海底美丽景观的创造者。有了它们，海底才变得更缤纷、更绚烂，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海底大花园呢。哟，刘姐姐啊，你不是吹牛皮的啊？这边的海底真的有这么漂亮吗？当然啦，这里啊，不仅海底景观非常漂亮，而且呢，生活在这里的生物更是奇形怪状，绝对啊让你眼花缭乱呢。哇，真的？有没有那个死人骨头鱼，还那个新血大章鱼啊？哎呦，现在问的怎么不是大鲨鱼、大海怪啦？现在不想他们啦。告诉你，统统没有啦。我啊，看到一些生活在海中的怪生物，现在呢，我就慢慢的讲给你听吧。在垦丁国家公园的海底，我们刚才介绍过的珊瑚可说是这里的主角，有了它们才构成了这里的架构和底质，使得其他类的动物能够穿透它们的骨骼而固着栖息在它们上面。例如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玄毛管虫，它们啊就是选择珊瑚做它们的家哦。玄毛管虫就像一朵朵美丽的花一样，有红的、黄的、蓝的、白的等各种颜色。它啊和海虫一样，是属于环节动物的一种。它们最喜欢寄生在珊瑚礁石上，尤其在中型的围孔珊瑚上最为常见。玄毛管虫通常会把羽状鳃冠伸出管口，用纤毛来捕抓海中的浮游生物，因为啊，它的形状好像一棵棵小型圣诞树一般，所以呢，也有人直接称它们为圣诞树，很有趣吧？玄毛管虫对于周遭水流的变动相当敏感，只要有外物接近，水流一改变，它就会立刻把羽状鳃冠迅速缩入管中，以求自保。这时啊，只剩下一节黑色的漆管露在外面，所以呢，我们只能远观而不能触摸它们呢。另外啊，在垦丁海底的礁岩上，我们还能发现到一种固着在礁岩缝隙中生活的砗磲贝。砗磲贝是双壳贝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常用足丝把身体固着在礁岩上，然后会露出美丽的外套膜来晒太阳。在外套膜中有共生藻生活着，所以啊才会有不同的花纹出现。砗磲贝在白天经常会张开外壳，伸出外套膜来，好让共生藻行光合作用，提供它的营养。砗磲贝的外套膜上也长有眼睛，能够辨识光的变化。如果啊，我们一接近，它发现光有变化，马上啊，它就会闭上外壳，关门大吉咯。看完了砗磲贝，我们啊，再来看看一些生活在珊瑚上的棘皮动物。首先，我们来看看海百合。海百合就像海中的蕨类植物一般，所以呢，也有人称它们为海洋尺。海百合身上长了许多构造复杂而且颜色丰富的腕足，这些腕足有的可以分身为小腕足，而每只小腕足上也附生了许多羽状小肢，而这些肢体呢又变化多端，所以啊，使海百合看起来是非常的动人呢。此外，另一种棘皮动物海胆，它们啊也是礁石上的常客哦。通常它们会利用身上的硬刺
在礁石上挖洞，然后啊躲到里面去。如果受到攻击的话，它们就会把蹄子向外竖起，一方面可以卡紧岩石以免被拖走，另一方面啊可以利用蹄子攻击敌人。它们的生存功夫可是非常厉害哦。在礁岩我们能发现到的棘皮动物还有非常多种，像胖胖圆圆的海参，以及颜色艳丽的海星，都是这里常见的棘皮动物。谈到海星，这次潜水啊，我发现到一种奇怪海星，它不是我们常见的五角海星，而是一种共有16只腕足的海星哦。它身上还布满了刺，刺上还有毒呢。奇怪海星专吃珊瑚，是珊瑚礁最大的破坏者。今天啊，看到了它，珊瑚又要倒霉咯。接着我们要继续来看一群穿梭在珊瑚礁岩中的小精灵，珊瑚礁鱼类。生活在珊瑚礁舞台上的鱼儿，也就是我们水族箱中所见到的热带鱼，它们啊大部分都穿上了有着美丽花纹以及鲜艳色彩的衣裳，这样子它们在五光十色的珊瑚丛中才能够隐蔽自己，躲过敌人的攻击啊。另外啊，它们也可以利用这身华服作为吸引异性的工具呢。垦丁国家公园海中常见到的珊瑚礁鱼类种类非常多，它们啊通常栖息在低潮线下到水深20-30公尺的水域中。我们啊只要看到有珊瑚礁分布的地方，就能够发现到它们的身影呢。在整个珊瑚礁海域中，最出色的鱼种大概啊算是蝶鱼咯。蝶鱼出现总是出双入对，很少大群的出现，它们的颜色变化最大，泳姿最优雅。由于它们的出现，总能使亮丽的珊瑚礁世界更增添几分色彩。蝶鱼的体色非常亮丽，在色彩艳丽的珊瑚礁中反而啊具有隐蔽效果，再加上它身上一条条的色斑，常会使攻击者困惑而有欺敌效果，这些功夫啊使它成为珊瑚礁区的隐身侠。蝶鱼它们终其一生都不离开珊瑚礁区，它们啊不仅在这里栖息，同时也在这里觅食。蝶鱼在进食时都是用它那张微凸的小嘴巴咬下珊瑚上一个个凸起的水螅体作为食物，偶尔有些种类也会吃吃礁岩上的藻类。它们啊是属于肉食性或是杂食性的鱼类。看完了蝶鱼，我们啊再来看看水中的小顽皮小丑鱼。小丑鱼其实它正式的名称应该称为双距刺盖鱼。由于它们橘色或是黄色的身体配着一条条白色的环带，看上去啊恰如一副小丑的扮相，所以呢才会被人们称为小丑鱼。小丑鱼出现的地方一定有海葵在附近生长着，为什么会那么巧呢？原来啊它们两个是共生的好伙伴。它们是怎么个共生法呢？因为啊海葵的触手上有刺刺包，会遮伤靠近它的鱼儿，所以一般的鱼儿都不敢接近海葵，独独只有小丑鱼身上有特殊的黏膜，不怕被遮伤，所以啊它们碰到海葵大大方方地搬进来接受海葵的保护。但是天下没有白住的房屋哦，小丑鱼有事没事找到了食物还得贡献给海葵，分给屋主一份。他们之间啊就是这样相亲相爱，建立了共生的关系。认识了小丑鱼，我们接着可以来观察观察我们并不陌生的狮子鱼。
狮子鱼身上的背鳍和胸鳍长得特别长，在鳍脊上还长有毒刺。如果啊，人们不小心被它刺到的话，绝对会让人痛得哇哇大叫呢。狮子鱼是礁岩区常见的肉食性鱼类，它们啊，常喜欢把肚子贴在岩壁上，然后悄悄地等待小鱼儿经过，一口啊把它给吞了，功夫可是厉害得很哦。在海底，除了有这些珊瑚鱼之外，还有其他很多不同的生物在水中遨游。我这次水底冒险就碰到了很多很奇怪很可爱的水底生物，由于有它们的存在，使得垦丁的海底更为活泼有趣，也使得我的潜水之旅更为丰富精彩，让我深深觉得垦丁海底的确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海底大花园哦。哟，刘姐姐啊，听完你的探险，我觉得好没有意思哦。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去找大海怪和大鲨鱼决斗的，我要给他们淘汰，哈哈。你不要讲了，大海怪上岸了，赶快跑啊。哇，妈呀，完蛋喽。小皮，不要跑了啦，骗你的啦，以后啊找天牛啦。哇，刘姐姐，你真是我的最佳损友。彼此彼此。好啦，就要讲啦，我们啊也该和小朋友说再见咯，小朋友再见咯，再见。